这个人的脚上有泡泡，这四个选项中，我猜他是在洗脚。上次洗脚还是在三年前。这个手里好像拿着手机，应该是在打电话吧。我这个月生活费又不够了，到账1亿元。这个手里拿着杯，他是在刷牙，应该就是在刷牙。我们的目标是没有蛀牙。哎，这个应该很明显了，他就是在倒立洗头。倒立洗头，法力无边。那这个在干嘛？他在地上睡觉吗？擦地板，烤地瓜，做瑜伽，是不是在做瑜伽？不对，那是在擦地板吗？小小的床上擦呀擦呀擦。哎，这个动作很熟悉，肯定是扮演猪猪侠了。不对呀，难道是上厕所？今天早上吃坏肚子了。这多少有点离谱啊，这个人单手撑地，那应该就是单手俯卧撑了吧。不对呀，那是搓背。真是服了，这个很明显就在吃面条了吧。房子松面条太爽了。上面是被子，上面有做动作，这是做拉伸对吧。不对，那就是叠被子吧。又不对，难道是剪指甲？剪脚趾甲，夜思以门鸡书。我真是服了。那这个你们猜，他是在玩瑜伽球，是在拔火罐，或者伸懒腰呢？先让爸爸包饺子，别看了，快来包饺子。然后让儿子包饺子，先包完饺子再写作业。那狗狗也能包饺子吧？吃我家饭就得干活，要包完所有饺子。哎，这猫是痴呆了吗？你也包饺子吧。猫祖宗也得干活。那这边的话能包饺子吗？一个都别想跑。真可以啊，那奶奶也可以咯。No. 哦，奶奶不行了，等等，先让奶奶回到过去嘛。真可以啊，那奶奶包饺子。一家人在一起就是要包饺子。那还有啥能包饺子？不会这个订书机也可以吧？自动化生产就是好。真是离谱，那看一下门外。哦，爷爷也来包饺子吧。大爷你也一起来。所以这左边的才是爷爷对吧？爸也别闲着。那这还有饺子应该给谁包啊？看一下电视。电视不行，这抽屉能打开吗？也不行。对了，让妈妈包不就行了。他好像不怎么情愿呀。那最后的饺子皮给孩子包。寒假作业没时间写了。我去，寒假作业还没写完呀。如果你直接把尾巴切掉，弄疼人家尾巴了。小美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要治好美人鱼，那先把硬骨头取走，再用剪刀把网剪掉，接着用切割机把金戒指切断。现在要清理伤口了，所以必须加点消炎水，接着再冲洗一下，这样就消毒了。现在用铲刀把珊瑚全部铲掉先，然后再用刷子把污渍扫掉，接着用镊子取出钢钉，这看着也太痛了吧。现在必须给它上一点膏药，最后把绷带缠上就搞定了。谢谢你，人类小哥哥。不客气哈，咱们留个联系方式。大嫂梦到自己有钱了，那先把自己装修一下，做美容，皮都展开了。哇塞，一下年轻20岁，还可以把老公换了吧。我家强哥才不是卖鱼佬，他明明是海王。妈呀，元芳你怎么看？那咱家的衣柜也不能太寒酸呀。没办法，强哥就是个宠妻狂魔啊。海王宠的不止你一个吧，这柜子咱也把它换了。不管走到哪都有咱的家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四海为家吗？那这夜壶能换成什么？自从用上这个，起夜次数都变多了。你确定不是你身子太虚吗？这边还有一个破杯子，就得这么大杯的才够喝。你这梦做的挺美啊，那这个门肯定也要换一下吧。每天开的车都不重样。还有哪里能换的？这个窗户呢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外面的是人吧。对了，这个房子也漏水了，把它补一下，再也不怕塌房了。这还有哪里要花钱的？把这个门打开。哦，这个灶炉也升级一下，用黄金垒灶台最合适了。那这最后一点钱应该是换这个凳子吧，不是吗？那就是给外面江哥发工资。也不对，这得想办法花完啊，不然梦醒了。先让金莲还钱。哎呀，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，现在说太迟了。是谁给你的勇气坐在这里的？赶紧还钱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至少和脸脸还是情侣装。情侣个锤子啊，按摩椅也给你收了，刚好最近腰不好，搬回家享受享受。哎，这还有精装，统统我要了。这个看着还值点钱。不是，你们收藏的壁画有点奇葩呀，拿来吧。你带回家烘托一下艺术氛围。哎呀，还吃上人参了，这是你们能吃的吗？以后
冒着烧饼就你们吃吧。竟然还用金马桶，你们什么档次啊？没什么档次，跟我腰一样的。这外面的车也是你的吧？应该能值几个仔。这倒是算一件好东西。这房子我也收了吧。这房子以后也是我的了。还有什么东西值钱的？这柜子有什么东西？衣服啊，还不起衣服也行吧。以后值不了几个钱。抽屉还有什么东东？我去，竟然有夜明珠，你小子可以啊。想不到你还有这种宝贝。这还差一张欠条，哪里能收呢？把床也收了吧。 No。 哎，不对，看一下这边好像也没有了，还是让金莲还吧。不行，那让西门还。哎，他怎么跪下了？哦，你还藏着黄金啊。男儿膝下有黄金。莲莲，现在你后悔了吗？我去，武大郎这么帅啊，如果你没有帮司马伪装成功，司马老贼你骗我，就会被诸葛亮发现了。丞相是我一生之敌，我要潜伏在他身边打探情报。那你先把脸变一下吧。化一下妆可不能被其他人认出来。然后身体也要变啊。为了大业只能牺牲自己了。你也是够狠的。接着竹简要变成刺绣吧。学习一下女工。然后这令牌要变成胭脂。学习一下化妆。还有这地板也要换掉吧。先把营帐变闺房。诸葛亮有这么傻吗？对了，桌子也换掉。家具也要换一下。然后是后面的屏风。屏风也换掉。这还有啥要变的？哦，还有他坐的凳子。家具也要换一下。接着再看一下窗外吧。妈呀，你竟然对着一个男的流口水。我可是远近闻名的才女。咋就变成小鸟了？算了，那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。月英，我要进来了。孔明先生，这次你还能拿得出超过我的计谋吗？我是真的服了。你先用电蚊拍嘎掉蚊子，再用杀虫剂消灭他们。大家快闭气，杀虫剂威力太大，我也中招了。哎，自己也嘎了。兄弟们，没你的血是不是也是香的？要消灭全部蚊子，那先吃个辣椒用火攻。这人怎么还会喷火呢？接着给他来个臭袜子。怎么还用生化武器呢？那都是标配了。等等，应该把这个防毒面具戴上，然后就可以使用杀虫剂了吧。大家快闭气，有毒气。果然成功了。那接着用水先滋你。喷不到我，喷不到我，略略略。还嘚瑟，青蛙你上。然后这西瓜不会是变成机关枪吧？这还是个高手。牛啊，哎，把空调插上。啥反应啊？遥控呢？哦，给它调一下温度。浑身僵硬。100度也是离谱。那这床底还有一个抽屉，把这个蚊香点着。不好，有迷香。又嘎了一只。那这是给你化个妆吗？这粉也太厚了。这都能把你毒死啊。那最后一只可以用水枪了吧？喷不到我，喷不到我，略略略。还是不行。这美女身上有啥？我去，直接锤她。惹我者死。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。